好重要嘅消息啊，所以要即刻拍條片同大家講啊。今個星期六，即係其實由今晚星期五嘅凌晨十二點開始啊，24个小时裏面咧 ，Fanta 咧係會舉行呢個叫 Fanta Red Day 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大減價嘅日子，係只做一天嘅嚇。咁以下嘅產品咧係會減價，而減得幾離譜嘅。第一係 Zero Four 原價3480減到2280。10-2 SE 即係嗰只烈日紅版本啦，係4280減到2980嘅。10-3 6800減到4780。90嘅 A1I 1080套餐依然有啦。91嘅 A1I 套餐2280依然有啦。你買以上咁多嘢咧，就可以以優惠價再加購以下呢兩樣東西。第一，如果你要買多一條 AI 係加500嘅，如果你想買 Bryce Audio， 即係之前嗰條跟日本全人手做嗰條靚線咧，係你買頭先任何嘢都可以加700買到一條線。好啦，以上嗰啲咧就係你不嬲留意開 Fanta 耳機，咁啊等緊出手嘅話咧，咁就呢24小時裡面好出手。我個人推介係Zero Four 嘅，因為去到2000頭可以買到隻 Zero Four， 又珍珠白色，男女都啱用，因為比較 size 細少少，我覺得呢隻耳機非常唔錯。咁 10-2 同 10-3 咧，我就唔介紹啦，因為已經有好多人 follow 開跟開，咁你平時覺得貴嘅，而家減咁多，差唔多都減成每隻都減過千蚊，每隻都減千幾蚊嘅時候，就把握機會出手啦嚇。咁最後啊，最後呢一個最勁嘅 package 咧就係、是。如果你一次過可以買曬咁多嘢，又或者係你夾到幾個人買咧，係有嘢送。我而家講一次啊，個 package 係定價8200。咁8200係包咗乜嘢呢？包一隻 Zero Four 啦，包一隻 10-3 啦，包埋 Bryce Audio 條線啦，包咗 AE1I 嗰條 Lightning 嘅 Adapter 啦。你買呢四樣嘢係8200之外，另外再送多一隻 9-2 嘅。9-2 係市面上是沒有行貨賣的， 9-2 即是 9mm 動圈加兩個動鐵，理論上當然是比 9-0 和 9-1 是吧，它和 10-2 的分別只不過是它的動圈小了 1mm， 是一隻橙色的價值2980的 9-2。 剛剛以上剛才說的 package 不用逐件按的，總之你一入到我的 shop，咁你就會見到一入去分 page， 你已經見到頭先嗰扎嘢啊。而嗰個 package 咧就喺其中一嚿度寫住8200嗰個，你撳入去你買咗咧，就直接會送埋個 9-2 俾你啦。咁你校定鬧鐘又好，未瞓覺又好，總之今晚嘅12點嚇，即係星期六嘅凌晨零時，咁你就可以入去搶噶啦。